1200年前的那兰陀寺著名佛教学者寂天的名言：若是尚可为，云何不欢喜？若已不济事，忧恼有何益？在逍遥游的概念里，张毅描述一支香燃烧的时间大约15分钟。这短短的时间让我们离开现实的琐碎，到达生命宽广无限，再回到人间，观人自在，观境自在，观世自在。观世音菩萨圆满无碍。放下我执，安顿身心。当心随着白烟飞到生命里最高的顶峰，再回头观看现实的琐碎，那个淡淡若有若无的香味，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某一处仍然存在的精神状态，在与您对话。